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看你老师。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之前呢，老师还是要感谢所有支持老师产品的各位同学们，还有呢最近才刚发行的摩托车改装设计蓝图的短T，我们呢又跟厂商呢增加了一些客制化的尺寸，所以呢同学们要买要快，因为呢衣服的数量正在快速的减少当中。如果要跟老师一起帅气的话，记得快点在我们影片下面的叙述栏会有连结，在我们影片上面的这一个 IG 的账号呢，也去追踪一下。不过讲到老师的产品发行，我忘记说这个月呢要拿出什么东西来让同学们抽奖。然后不用担心，老师还记得我所说过的话，也就是说呢，你之前有买过老师的所有的产品的同学们呢，我们会把你们的名字呢重复贴上去，让你的这个抽奖的几率变得更高，也算是一种我们感谢你们的方式，好不好？不过呢，今天呢老师非常兴奋，为什么呢？我要用不同的这一种摩托车拍摄角度，基本上就是想要效仿 MotoGP 的这种摩托车拍摄手法。为什么我敢这么做呢？因为再次感谢我们 Insta360 寄来这么厉害的摄影机，还有可以放在摩托车上面的一些衔接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老师现在来跟你们介绍一下，今天呢我要拍摄这个 MotoGP 角度的这些架设呢到底是怎么架设的。不过呢首先你们是不是觉得安全帽特别的帅？没错，我的整个安全帽呢整个都贴上我的三枪贴纸。同学们，三枪贴纸支持了没哈？我们这一次非常用心的制作，而且你看老师现在贴上去的是这一种特殊版本，也就是呢会发光的那一种。那同学们只要买我们的三枪贴纸呢，一定就会有送这一组特殊版本的贴纸，好不好？那当然啦，老师的小红小绿的贴纸你们支持的吗？讲到贴纸，我们亚当的贴纸也要给他支持一下，好不好？我自己的兄弟，好，自己的兄弟。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老师呢怎么将我的摄影机架设在摩托车上面哦。首先第一个衔接头呢就是这一个，这也是 Insta360 呢他们寄来给我的其中一个锁头。你看这个锁头非常厉害，因为它有一个夹子，然后基本上呢只要你的摩托车上面的类似手把或者是管状的这一种部位呢全部都可以衔接在上面。而且这个锁头呢还有这一种非常多的关节可以让你移动一下，所以呢再次感谢 Insta360 这么用心呢寄这么酷的转接头给老师哦，好酷哦。那今天老师最兴奋最想尝试的其中一个拍摄的角度就是 MotoGP Style， 从那个车子尾巴屁股啊这样子拍整个人在骑的样子。那这一次呢看一下我们 Insta360 寄一个非常厉害的这种东西，也就是这种加长型的摄影机架。不过说真的因为呢这个转接架我现在接的是这个东西，你看你看一下其实老师有点害怕，因为呢老师只有将这个转接头放在我的这个后灯下方，直接用这种 3M 的双面胶呢贴在上面。那么也希望呢今天老师呢架在这里，然后拍摄这个 MotoGP 从车尾往前拍的这个角度呢不会造成这个架子脱落看起来是蛮黏的啦，而且蛮稳的所以我应该觉得没问题不过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直接为同学们测试一下这两个拍摄角度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呢老师等一下呢也会呢玩不同的角度拍摄，好不好？来，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好兴奋来来来，好了，我们现在呢直接上高速公路来骑一下。Let's go！ 哎呦，滑了一下哇！有像 MotoGP 吗，同学？那个摄影机还挂在后面呢，没有掉下去，所以目前还是 OK 的。OK， 好。哎呦，刚刚有一个好大的晃了一下不知道那个有没有怎么样目前看影子，那个摄影机还在啊，所以应该是没问题。好，我们现在做一点画面哎呦，这个路有点震但是还是要测试一下，对不对？如果不错的话，未来呢，看可不可以再跟那个 Insta360 要多一点摄影机，这样子我们到时候就可以无时无刻每一个角度都可以一直拍，对不对？非常的帅气好，老师故意拍一下这种钻车子的画面目前看起来还 OK 啦，应该是没问题反正老师就是这样子穿插着拍啦穿插着用这种不同的角度拍摄
对了，在老师呢换另外一个拍摄角度之前呢，我必须要跟那个 Insta360 说，你们这个太聪明了。我跟你讲，一般我们在就是说把这个转接头啊拔掉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这个小小的这种锁头，对不对？但这个锁头其实用手在那边扭，真的超痛的。那久了以后呢，其实手指呢真的是很不舒服。但是呢 ，Insta360 他们竟然送了老师一个类似这一种小小的扳手，你看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拆开，这样转开，而且甚至呢也可以很轻松的将它锁回去。我觉得这个东西太聪明了。再加上其实 Insta360 的所有的这个转接槽呢，除了这个框架以外，其他所有的这种关节都跟 GoPro 可以相用。所以我个人觉得，哇靠，真的是超爽的，真的超级感谢 Insta360 老师。现在把这一个小关节拔掉，然后呢将我的摄影机装在摩托车的另外一个角度，好不好？来来来，来我们操作一下。我们现在呢下一下交流道，然后呢来看一下整台机器的这个架设有没有松掉，还是角度有没有偏掉。好了，原则上呢感谢 Insta360 呢这一次寄这么酷的 1R 给老师尝试 MotoGP Style 的拍摄画面。那么呢希望今天老师为你们在影片上面所呈现的一些拍摄角度呢你们会喜欢。那么在此呢也可以跟 Insta360因为呢，今天老师使用 Insta360 1R 这台摄影机呢，衔接了差不多有四个不一样的拍摄角度，所以呢，如果今天呢，我有拥有四颗不一样的 Insta360 1R 的摄影机呢，四颗分别的摄影机呢，我相信呢，在我今天整个拍摄的过程中呢，会减少许多工作，因为其实每一个角度老师都必须要停下来，再将我这个摄影机呢，衔接在不同的这个摩托车的角度上面呢去拍摄，所以 Insta360 如果你们看到今天的影片的话，你们喜欢老师呢为你们呈现的这一台摄影机的功能的话，记得呢看要不要再寄个三颗摄影机过来，让老师呢直接一次玩到底，对不对？不用在那边又要骑一下停一下，然后又要去衔接不一样的角度去拍摄哦。我相信呢这整个画面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哦。好啦，感谢同学们今天的收看，今天的一个特别的报道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